keep 到自己喺一個不停都一個好精神嘅狀態 ，keep 翻好自己嘅體能去應付我嘅工作咯。咁我覺得做運動係好有幫助的。即係起碼你個人會啊，即係因為你真係一唔喐，你會新陳代謝慢咗之餘，你亦都提起呢一個精神，係，所以我覺得做運動係好有幫助，絕對絕對，亦都可以加速新陳代謝。enjoy 做運動嗰個過程咧，你會覺得出一身汗係好舒服嘅。同埋嗰一個鐘頭，基本上你都唔需要諗其他嘢。係啊，即係你好集中咁樣，只係去做嗰一件事，所以係可以幫到自己放鬆嘅。係啊，咁做完之後，你嗰種攰唔係精神上面嘅攰咯，開頭唔適應嘅肌肉酸痛啫。係啊，但係個人係會精神嘅。